一代演艺泰斗吴万达，虽然离开咗我哋，但系佢带嚟嘅欢乐系永远都会留喺观众嘅心中。入行48年，作为一个演员，佢除咗表现一份专业，佢仲提携后辈，令到佢哋嘅演技发挥得最好。吴孟达一生奉献演艺圈接近50年，73年投考第三期训练班，并且以优异成绩毕业，正式踏上佢嘅演艺人生。训练班毕业之后，达哥同好多同期同学一样，做过好多唔同类型嘅角色，慢慢磨练演技。枉你身为人民父母官，居然不分青红皂白。啊，大少啊，你话呢两盆花摆边度好咧？直到1979年。凭住剧集《楚留香》当中胡铁花一角，达哥嘅演技备受瞩目。咁佢岂不是就系当年华山七剑之一、天下武林人人敬仰嘅仁义剑客？楚留香，我系高太君，你尽招啊！你咧会唔会开心咧？就系讲出嚟啊！黐线咩？而家嫌钱声啊！自己讲望咩啊？唔知我啊？听住，入晒啲钱落个袋度，咁啊！呢间赌场保安局长有份嘅，佢而家一定四围揾紧我哋。唉，有乜所谓啫？嗱，我哋分咗之后唔使咪得咯。好啊。吴万达嘅演艺人生可以话由 TVB 第三期训练班开始讲嘅。咁啊，其中一位同学罗冠兰咧，今日嚟到啦。你当时系咪觉得阿达哥系特别有演戏天分噶？达哥就直情系一位演艺嘅泰斗啦，但我觉得最珍贵嘅地方咧，我觉得就系佢好诚恳咁样对于表演嗰种理念咧，系好令人感动嘅。同埋咧，我觉得佢系将佢丰富嘅人生历练咧，转化成为一种修为嘅。所以你同佢倾偈，你发觉佢系散发紧一种好祥和、好美丽嘅一种境界，所以真系特别怀念佢咯。咁第三期训练班咧，阿文哥亦都系其中一位同学啦，狄英文先生啦，系啦。咁我知道嗰阵时你哋有个名啊，七个男同学改咗叫做七君子嘅，点解会有呢个咁儒雅嘅名？同埋阿达哥个强项又喺边度咧？嗱，我哋73年读74年毕业，跟住咧经过10年8载咧，有啲嫁得嘅就嫁，有啲留低系留喺度，有啲 part time 嘅就唔算数 ，full time 嘅咧当年剩翻七个男同学，发达东串敏彭亨，发就发仔啦，达就阿达哥啦，东就阿林岭东大导演啦，串就咧花仔串啦，跟住咧就系敏就我啦，彭就卢海鹏啦，亨就萧健亨监制啦，咁样啦，咁另外达哥嘅强项咧，佢就变化万端，因为我同佢拍《旅游孖宝》嘅时候咧 ，Take One 同 Take Two 讲嗰句嘢又唔同 ，Take Three 又唔同，好在我做下巴，咁啊，所以咧佢讲伙计万打锣，我咪万打锣咯。你话伙计万炒面，我咪万炒面咯，冇事噶。可能佢有啲即兴嘅嘢，系啊，即兴有啲，系好多嘢即兴嘅。系啊，另外呢一边咧，其实都讲下啦，介绍下啦。我身边咧就系阿麦 Sir 啦，麦振刚啦，咁跟住有余嘉伦啦，仲有伍润全啦，同埋殷茂强系啦。咁多位都系即系阿达哥嘅训练班同学啦。其实几位有冇啲咩关于达哥嘅，即系你哋相处嘅难忘事可以分享下咧？系五人前先啦，我讲先啦。咁啊，其实大哥咧，喺训练班嗰阵咧，佢系已经系喺社会做过嘢，咁所以喺比我哋成熟好多，因为我哋都系啱啱读完书出嚟。咁啊，亦都讲下嗰啲曳嘢啦，因为佢有次突然间喺训练班上完堂之后就话：，喂，不如我哋去探险咯。咁去边度探险咧？咁然后就带咗发达通船咧，就嚟咗九龙城寨。咁啊！我真系第一次落去九龙城寨，原来见到咁见识得咁多嘅嘢。三不管地带系咁啊！阿嘉伦哥咧，
我訓練班咧同阿達哥咧就唔係同期嘅，咁好似佢講啊，達哥一個時期咧已經係比我哋成班咧花靚仔咧就係成熟噶啦，佢已經出嚟社會咧就做咗嘢，就可能係已經係一兩年咁樣噶啦。咁所以咧訓練班咧，我同佢交往咧就比較上咧係少一啲，因為我哋只係就大家都係做 assignment 嘅時候，佢做嘅話咧，我就努力喺度盡量揾佢啲錯處嚟彈啦，冇辦法噶啦。咁我唔知係咪心理上感覺咧？佢好似我做親嗰啲咧，佢又零舍又彈得多啲嘅喎，零舍努力啲彈喎咁樣。咁我見佢彈得我多啦，咁我咪又揾多啲嚟又彈翻佢咯。咁可能喺呢個過程裏邊咧，唔知係咪咁樣咧，佢感染咗我咧，咁就喺嗰個時期咧，反為我做 assignment 做嘅時候咧，我會好努力去，好努力去排，好努力去聚，因為就有一個假想敵喺度。訓練班佢係我的假想敵。明白明白。咁其實咧喺咁多同學心目中咧，我諗大哥都帶俾你哋好多美好回憶，但其實大哥亦都帶俾好多觀眾美好回憶嘅。咁我哋睇睇片，一陣翻嚟再傾。我哋成功叫阿仔。达哥的喜剧之路可以说由欢乐今宵开始，他生鬼的演绎见证了他无可比拟的喜剧潜质。喂哥哥你是弟弟，喂哥哥你是弟弟，喂哥哥你是弟弟，喂哥哥你是弟弟。等我介绍你用这只烟花牌厕纸，每次呢只是用一张就够，悭好多的。多钱啊？十元。我宁愿用十蚊纸。市面伪钞又出笼，面额50已流通。我唔理啊，你哋算搞个月娶我啩？佢好啲，佢好啲啊，佢好啲，唔系佢好啲啊，系好啲。啊，收声，收声，收俾你两个。喂，龙哥，龙哥，你千祈唔好嬲啊！最近天口庆啊，又成日落雨啊，你嬲亲跟住爆血管啊！你知啦，年纪又大喎，又粗身大细。呀，乜嬲啊？飘叶舞为荣。怨恨会尽平，学下我跳得几靓，脚步野火，好美丽是没法挡，看信在为你将，情人如醉发起爱情浪。剛才大家看到的片段呢就是歡樂今宵。朱女人麗珠呢當時都跟她合作很多，你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時候呢，達哥就是第三期訓練班，我是第九期訓練班的，我就好像入歡樂今宵，我先做歡樂小姐先的。是啊，然後升做藝員的。當時都會戰戰兢兢，很害怕，達哥就會教你咯，即譬如說有時有些怪招，譬如我們做得不夠放，他會教你怎樣做，跟你會對下稿，因為我們有時不敢問前輩對稿，他會主動跟你對稿，又不會蝦你。不過記憶最深呢，反而歡樂今宵那條木人行，我想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差妹了。當時就他、夏雨、羅浩佳、余子明，全部都是白燕星，是啦，炳哥啦，阮兆輝啦，佢哋咧就好中意猜妹咯。咁嗰陣時我細路女唔識噶嘛，咁佢會即係我教我咯。咁但係咧佢話咁我哋好斯文啦，猜得佢唔得㗎，猜妹咧要好有氣勢嘅，咁啊即係教我哋呢啲咁樣咯。文哥，才才一定中，即係嗰啲啦，係要氣勢。文哥，我都想問下，其實你係咪即係嗰陣時 EYG 咧好興嗰啲職場爆肚㗎嘛？其實阿達哥有冇啲乜嘢經典嘢可以分享下啦？有，逢系做 EYT 嗰啲，周不时都排就一套，到演出又另外一套。排嘅时候正正经经冇嘢嘅，一去到咁上下，可能就扯开件衫，心口啊黐晒啲毛，或者呢度又写啲字，仲有好多啲道具加落去，招架不嚟。总言之，十八般武艺，十八般道具，冚唪唥见到道具有乜就揦乜噶啦。哎呀，咩都得噶。不过好佩服佢哋嘅，佢呢头咧差完妹咧，一话出镜咧，佢又掂噶喎，即系唔会话甩碌啊，唔会虾碌啊，咁即系好靓，个个都得嘅。佢天生食呢行饭啊嘛。系咁当然啦，啲演技又系好啦，其实都勤力嘅，都系勤力嘅。
咁或者阿振光，你哋咧咁第三期嘅訓練班嘅同學，不如講下你哋即係你哋訓練班嘅時候有冇啲咩難忘嘢？哦，咁樣嘅嗰陣時咧，就阿達哥咧坐喺我側邊度，嗯，坐喺我隔離嘅。點解我安排咧？當時咧我哋訓練班咧排位係咁樣嘅，用英文嗰個姓咧嚟排位嘅喎。嗱，我話麥啊嘛，咁啊 M A K 咯，咁 M 咯，阿達哥咧就 N 啦，就五啊嘛。咁所以咧坐咗喺側邊。咁我記得咧就係佢咧就上堂之前咧。都不知道走咗去邊嘅喎，成日走嚟走去咁樣嘅喎。啊，但係導師一嚟嘅時候咧，佢即刻咧就好齊正咁樣就坐咗喺度嘅。咁啊，平時喐嚟喐去啦，咁啊，跟住喺度嘅時候咧，即刻就好整齊。不過咧，佢真係好用心嘅，佢咧全部咧就有要求嘅。咁所以難怪佢喺演藝界嗰方面咧係會有咁嘅成績嘅。所以聽講佢個記性特別好嘅喎，係咪啊？嗯哼。應該都會係啦，所以佢就收放自如啊嘛，可以做得到呢樣嘢，亦都係 EYT 嘅精神啦，爆肚蝦碌，但永遠將歡笑咧係送俾每一位觀眾。咁轉頭翻到嚟，我哋會再有另一個環節去懷緬一下達哥一啲點滴嘅，轉頭見。